这是我第一期，可能我现在已经是全网最落魄的这个直播之一了。现在这个雨非常的大，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江边，这个浪非常的汹涌，然后我也没有拿伞，只能就地取材了。这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大的芭蕉叶啊，还是很抗雨的。独龙族呢，这个民族呢，非常的特殊，因为他们呢坐落在独龙江乡。 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深山沟壑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里面的人呢也出不去，没有人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故事，住着什么人。而且听说呀，这个独龙族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特殊的习俗，就是纹面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找寻一下我们的纹面女奶奶。哎，你好 ，Hello， 我是当地的女孩，你好，你会说普通话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你能当？ 我的向导带着我往上走一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嗯，这太好了，我用我这个大的吧。嗯，好的。太小了。怎么样？那啊，就是那个小伙子。哎呀，哇塞，他不是刚熟了吗？刚熟。这个叫什么呀？当地？鼻涕果。鼻涕果啊。哎呦，刚刚看到了吗？ 看到了，这个很像鼻涕的东西啊，它特别黏，但是非常甜，是不是？哎，很好吃。这个吗？你说第一层？对，第一层。哦，那个是养鸡，养鸭的。养鸡养鸭的。大哥您好，哎，大哥就跟我笑笑，特别可爱。大哥是听不懂我说话，应该是，但是。 没关系，那江里第二个啊，我有个小翻译。大哥是在这个边框，是不是？谢谢，您给我带上吧。谢谢啊，好好好，好的，谢谢张奶奶。哇，这奶奶平时也就是走这种路，是不是？还挺危险的。奶奶走的比我们还稳呢。哎呀，这个鸭子好。 好可爱呀，它的腿，怎么这么短？这个就是了吧？哪个？这家是吗？这家。啊，我都从这看见了。哦，对对对。哇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！<笑>我要上了。哇，是，真的是我们要找到的面女奶奶。啊啊！阿金。哎哎啊！奶奶跟我说什么？不灵。不义。不义。不义。 哇，奶奶，你好，你好，不离就是说孙女儿啊，孙女儿，奶奶管我叫孙女儿，我看奶奶也特别亲切啊，孙女儿是，高不离，哎，高不离，他说我的孙女儿，奶奶，我们走了3天的路，哎，才来到这儿，哎，看到你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奶奶会说普通话，还，好亲切感觉，你们两个，哦。 哦，他说你的皮肤很软，啊，很软，哎，你的也特别软，然后想问问奶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纹面的呀？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，能帮着问一问。肯定比你家的更优秀啊！不，给他的生命加白肉型的。哦，13岁的时候。啊，13岁就纹面了。那肯定你，肯定你肯定你肉型的吧？阿进。 哎呀，真太专注了，是吧？肯定不丢你肉心了。就是用那个，他们是用那个外面那个荆棘，知道吧？荆棘。对，用那个来刺的嘛。这个，看着没？用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个是刺。对。它要刺下去。 非常尖的一个，就是应该直接往脸上拍打，然后过去肯定是也没有麻药，我觉得非常疼的。他说先用这个锅灰，不是木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个弄到脸上还能下来吗？还能洗下来吗？奶奶画一个自己喜欢的花样啊。哪个花也不得割破，两个。两个没破，两个无破。 你要这样躺着，你要这样躺着，哎，躺在他这儿，哦，躺在奶奶腿上，哦，明白了，哎，这样躺下来，躺下来，对，哇，好刺激啊！这个你再帮我问一遍，能洗下来吗？顶不下去，骂下去，等不下去，早底下也可以的，可以的啊！哎呀，我也想看，我也没见过。
这个奶奶的地道还是挺轻的，很温柔。对，能不能帮我问问奶奶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文面呀？我就把提亚亚六种牛心啊，民族习惯，哎，我听懂了，民族文化呢？哎呀，对了，这个是民族习惯，每个人都纹。奶奶你很勇敢呀！到他们那一代的时候已经很久了。这个奶奶说，敬业的，以前那个时代就是。没有那个纹面的人，就是别人会嘲笑他。现在应该已经画到鼻子这边了哈。帮你扫吧。奶奶又笑了。哦。那是哪儿纹啥了？是这个鼻子要不要？鼻子。嗯。网友说鼻子要不要？要吧，要的。报啊！不要。后悔了，那就点这个。看给我的这个朋友们展示一下。摄像大哥好看吗？我看不到。所以其实我刚才体验的应该只是这个纹面的第一步，就是画这个图样。然后第二步呢，应该是就是直接拿这个带尖的这个刺，然后按着咱们这个纹路刺下去啊，然后把这个会刺出血吗？问一下奶奶。啊，谁马给圆圆啊？会刺出血哈，那可能刺出血之后，这个墨汁儿啊，这个锅灰哈，锅灰可能渗到脸里头啊。这个应该是一个裙子，这个是怎么穿？套上哈，直接套上。我马上就变身独龙族女孩了。哎呀，变成这，穿上这个就直接变成独龙族了，又威风了。哇，奶奶这么慷慨。我再戴上这个，多有意思。哎呀，哎呀，独龙族是吧？奶奶会唱歌。用中藏族的呢，就你去我做的，过来我就哦唱歌呢。哇，这个好有节奏，好像 rap 呀，好长。他说啊，一个人唱也可以，一起唱也可以。刚才不是在唱歌呀。眼泪要流下来，尤其我看到阿英刚才哭了。你以前听过这个歌曲吗？没有。你也是第一次来听这个是吧？歌曲的意思是生活越来越好。是说生活越来越好。哦。其实最开始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能只是抱着一种就是来猎奇的态度，因为没有人见过的念念奶奶。但其实，真正到了这个地方，听到奶奶们唱歌，我就是我个人啊，我看到更多的其实，你看大家可以看奶奶们一直在笑，就是给我很大的感动，是那种很淳朴，然后给人更多力量的那种温柔感。希望大家也可以感受奶奶带给大家的一些温柔和力量。